这个帅，哇，这个好帅啊！刘俊太猛了，我天哪！太累了，怎么可能？这是人跳的吗？我预赛你好会啊！怎么办？我是要救援。绝了！哎，你好会转啊！我们再来看一次你们这一次的整体的选歌，因为之前的练习时间是比较短的，你们可能不是互相了解其他组的歌和动作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的歌曲。哦，还有震动，哦，就裤子有点兜有点紧，感觉都没有，好帅啊，好帅啊，我们这舞台跟地踏步过度，在这新的起始点站就是我，我看一道结果，发现在我自己没路入库，挺好的呀，这一句真挺好的，也可能因为你正好卡那个咚咚咚。刘俊太猛了，我天哪，你看他头发，哇，这是我自己改的，我自己改的。怎么办？还想再跳一次。我一下子身体就麻了，听到那个前奏。是不是把我破音给它剪进去？回到熟悉的房间，双人床下和你在身边，我又不小心失眠。好好看哦，这个。就算热情还在，你不在，你不在 ，No， 那我也不想离开吧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就算真心再爱，做给的爱收不回来。绝了！不要这样吧。哎，这。这是现场，哎，死亡了。哇，我觉得 OK 吧， OK， 我不用学孙一浩这个也炸，真的。I'm faking right now。 哎，我喜欢这个动作。Relax。 哇， Dance Break 这段真的帅。这是 freestyle 吗？哎，不是 freestyle， 肯定是编好的。孙浩、崔伟和周五。啊！这么帅，这个舞台。完了，又到我们了。我们那也挺社死的，我跟你讲。偷偷啊！本期大热门。本期热门偷偷。大热门，大热门。怎么办？我需要救援。偷偷想你，看得出来吗？玉泰超多肌肉。哦，好好听哦，好好听。好可爱啊！想你，偷偷。杨森，去不去？我肯定想去，但选到我这儿，估计估计已经被抢了。我太想去了，看你我开始偷偷喜欢你，偷偷的偷偷的偷偷的想你，我犹豫的试探你对我的变化。哦，好听，太甜了吧，巨甜，来调和感情升温没法。偷偷喜欢你，喜欢看你每一次偷偷的表情，我也偷偷想你，也偷偷喜欢你，我也想有你在我身边。我玉泰你好会啊，玉泰的。
鸡蛋太会了，难怪每天在宿舍一直就是发呆，练习可能表情，练习表情，他就宿舍一直发呆，其实脑子里已经各种表情。对对对对对。对我们 Cinderella 或者是 Stop Sugar 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对，力来了，哦，孙艺兴要出来了，这个帅，哇，这个好帅啊！我们看看你们谁挑战力。孙选这个真的是，这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学历真是战士。你要的我全部都会给 K， 亚迪拜我西装黑桃 A。C A L L call my name。这个表演我一点都不想演，我只想看。C A L L call my name。去吧，子杰，适合你，啊，适合你，去吧，适合你。这哇，许卓人贼适合这个，就感觉你们很野，但是，我听着我都喘息声，我都累。哎，这个炸呀，这个，这是骨子里透出来的东西。听这个，我感觉呼吸都不好了。对，就感觉呼吸已经开始喘了。对啊，会让人紧张。艾丽莎姐真的好稳哦，我那都断气儿了，我都。艾丽莎姐好厉害啊。在开门，我还觉得他很厉害，而且他很稳。你看他喘都不喘，感觉太累了，这真选不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人跳的吗？加油！你试一下做这个，你坐上去那个人，我直接跪下。能不能不看？很害羞哎，他这个甩比别人幅度都大一点。哦，这个特别有感觉，这个动作。这件事会比偷偷出来一点。我吧，我就要这个了，我就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。好喜欢这个绿的。他们的动作怎么都同样是动作，他们做的比我们好看呢？你适合辛德瑞拉，你就是个王子。不要你。再试试。你们这是什么呀？洗手吗？怎么回事？最后一个字为什么破音？都顶下来了，最后没。现在，请你们前往你们的训练。词跟它的原词好像没什么区别。对，怎么办？你要写的内容是啥？你跟我说。这首歌想是室内的，平和一点的。平和一点的，再放一遍，弟弟。咖啡是我在天真，做给的爱收不回来。Oh.等会儿，我们先不能拍。我再练一下，五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再来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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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齐一点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手的位置，现在是手的位置不齐。啊啊！老师要走了是不是？啊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我们一会儿可以再练。给的爱收不回来，我们再跳三遍，记一下，就记一下位置，因为抠也不是抠动作，主要其实位置，位置和节奏。我们就跳到这个地方就行，我们跳三遍，然后先回去，好吧？
这样行。OK OK。难为你了。OK， 再高一点点。OK， 可以。你现在球有点小，你在这吗？不，身体不动。来吧，一三二三四，蹦下，一二修完了以后蹦，看就蹦，完了以后一二三，终于来了，哥，乖，一起睡觉。No， 你再来这边是多余的，白露，相信我，我去相信我。那就回吧。真的回？我都不知道现在几点了。哇，人都没有了。森森，哎，我教教你。行啊，来。小月 ，I'll be you。蹦蹦好好，这是服说服自己来狗 right now 啊，你走位啊，你别管，你就教我，我也得走位啊。Oh night， 只剩下自己。哎，等等等，哦，撤这只脚，对，这只脚完了，跪下来，然后转，然后手是，手不是不是手是啥？整，摁齐，齐，动动。啊，动动，看，走走，谁是谁？擦干眼泪。Oh night， 对吧 ？Oh night， 只剩下自己面对。哎，自己面对。OK， 那这手是怎么？自己，这上面一点是吧？对，挤面，这有个花手啊，挤面，挤面，面对的时候，直接往下压的时候，身上挤，对，蹦蹦，看 ，my home my home， 只说夫，只说夫，你这手我这边教你这边错了，来，嘴修住了，只说夫自己来。谢谢哥。五六七走，大大大大，不不，你看着压下的那下正好把脚放下，对，一二三大，对，五六七走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五六七走，大大大大。哎 ，yes yes， 我觉得可能唯一还有一个比较能够速，就是很快就改的地方，就是可能。这里哈，这个幅度可能稍微要稍微可能，哎不，没有这么低，就是差不多，你先把脚伸出去嘛。对对对，然后，哎，应该没有这么斜吧？继续想，我想 ，I feeling good， 差不多这儿，差不多这儿，差不多这儿。对对，然后大，大，大 ，I feeling good right now，I feeling good right now， 动卡，动卡，动。卡哎，动 ，OK OK， 好好的。哇，
哇，好炸 ！Younger， 再加个，咚！Cool， 我可以边转那个边跳舞。再次来，5、6、7、go，1，2，3，4，5，5，6，7，8，9，10。OK， 高跟鞋，然后换一双小底的鞋，把鞋底放硬，然后把你手给这个。啊！能不能不要啊 ？Oh no！这个太死亡了。欢迎生外星人。欢迎生，就是人设，就是不要那么，就稍微可能坏一点的那种。要这样可以吗？欢迎生，酷拽一点。可以，那就这样吧。高跟鞋，高跟鞋，高跟鞋，这不是主题曲吗？但是这有点太出戏了。欢迎生，哎呦，那所有人都用你那个。欢迎生 ，Open your eyes。啊。致敬一下。好，老师用我那个自我介绍的东西吧。蛋，酷。你确定要这样吗？你确定要这样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下去的吗？啊，对。那你所有人都做这个？对，我们都。我是这样。对，然后你是这样子，你把。哦，我知道是哪个。看着我每秒付出神秘魅力，然后你直接在这个位置走就行了。然后你直接过来找他。走吧。哦。对，看你这一刻就深陷 ，Oh God！ 这是这样子吗？往前走位，领导见面，合作愉快。哇哦！徐子威，你是北京的吗？我是天津人。哦，你口音好浓。其实我猜不出来是北京还是京味儿。对，很京味儿，就是天津人说普通话就很像北京话啊。天津人说普通话就很像，就是天津人如果说自己的地方话，是一下能听出来。你说这地方话，就是天津人要是说天津话，一下就能听出来。天津人，你们哪里人？我是吉林人。吉林，我第一次听。吉林是在哪里？东北，东北，江津所。哦，江津所是东北的，不是？为什么要提江津所？因为他进东北，因为他江津所是东北，学东北话。你在干哈呢？我总不明白了，我总不明白。你到底每天都说教他是什么？你教的？我教。보링가카토로비라。肖明玉太，你能听懂他说话吗？听不懂，绝对听不懂。是你这，你是想吐槽我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不是，他们那边人都喜欢吃字儿，有点。哦。吃字儿。他不标吃字儿。吃字儿。吃字儿。你会说一轩吗？你会说一轩？一轩。一轩。你好。一轩。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那起来吧，想看我们排练吗？不想，我立马跑。5、6、7、9，掉。真正的酷劲六月亮逃不掉。巴拉巴拉，南瓜马车台奇妙。什么？什么？好难听啊！逃不掉。你像，对，就这样，你直接把你的不是，你过来的时候，你直接把你脚画过去，直接画，再一次，5、6、7，9，画，直接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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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，对，然后站起来，对，站起来，然后再定住，直接走，对，再找个地方定住，再一次，yes， 就这样，这样好一点，这样会帅一点。哎，你好会转啊！就是这个。你好会转啊！五单呢？你好会转，你怎么转的？他真的转得好，他真的转得。不行，我就很笨拙啊。直接踩就上，还是有点过头，你已经过头了。这样对，稍微就好了。Yes。啊，这样会好看。五月快要降临生日了，别再躺。好，上走 ，OK。这个位置，对，你继续。灰姑娘错过那站南瓜马车台，奇妙。
reader 好会啊，我看你们怎么走啊，走成这个鬼样子。喵喵来了，别再逃，这样是这样想，这是他想要，只剩一秒，只剩一秒。赶快送太阳妹，送太阳妹妹妹，送太阳妹。啊，好完整哦！你在后面，就看刘冠佑在那，再放到十二点。每次都是零点。走啦。走了。可以啊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吗？再来一遍。走了，走了，不要了。真的吗？不要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们消化一下吧。没有意义的，再来一遍，没有意义。好玩。想玩？想玩？想玩，明天玩到够。明天玩，来。明天陪你玩。陪你玩。走了，走了。好开心啊！你们要把它跳的 fashion 一点。门是这样，咚咚，擦，咚咚咚，擦，门是这样。哇，这个地方不要做的那么木，啪啪啪，嘣啪啪，啪啪，嗯，对，不要一二三就很木，咚咚啪，嘣啪啪，走，嗯。快点，快点，现在不行，你胖了，你不能再吃了。没有，你的错觉，你的错觉，你的错觉。快过来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胖，我来的时候53，我现在52。52，再跳两次50公斤。来，多跳跳舞。哎，一天减两斤算多吗？一天减两斤还不多，我一觉睡醒就两斤，就一公斤哎，一公斤哎一天。老师说，我第一天脱鞋子，第二天脱衣服，第三天脱正高鞋垫，第四天把手机拿出来，第五天把钱包拿出来，第六天把帽子拿下来，第七天把眼镜拿下来，第八天把手表拿下来。就你看啊，现在这个地方长这样，现在有两种方案，一种是一二三四，对吧，还有一种一二三四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一二三四，还有第三种、啊、你可以就是我们这个的时候你直接控制我们啪给拎起来那个。他之前都是这样的。是啊 ，OK， 太困了，现在玩精神的。对，就天天就这样，呼呼，啪啪，呼呼，呼，一二三四，突然感觉少了一份快乐，睡觉去了。其实在以前的话我就是输了，输了就是输了嘛，就没啥说的，说输了努力就行了呗，但这次我觉得真的不甘心，你知道吗？
个傻一样，小心你的动态慢慢被你崇拜，怎么特别我开始纠结，删除有些傻，刚这段修不了了。来，现在公布偷偷 AB 组最后的情况。哇啊，我没了。虽然这次偷偷分数不是很理想啊，就是结果也无法去改变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在偷偷里边我得到了更多吧，第一个是经历，然后还有经验，对，我觉得就是这次没搞好的，那么总结经验，下次再去把它弄好就 OK 了。哎，唱歌这种事儿就是没天赋，就是学不好，是吧？有的人天生少一根基因，五音不全。老魏，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？就抛开那个唱舞台上唱那个唱管，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？可以的呀，至少不跑调，可以练出来的。会练得跟你一样牛的？没有，练的可以练得跟刘琦一样牛，可以跟陈俊宇一样牛。可以吗？硬来一次啊！拽的，好，开始，再冲快一点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嗯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走。我们休息会儿啊，然后练一练。我那趴我刚没来，我教你。从头开始吗？从头，那你就是站在第二个。我开始偷偷的想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咔啊咔咔咔咔咔咔咔。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要的我全部都会给。我是主舞加那个 D part 还有中心位的 dance break， 我是很有干劲的，我要为这个团队贡献自己一份力，觉得我这是我该做的。无聊偷偷看你，我开始偷偷，脚是平的，不是四十五度。你这一边过来了之后，打 N 脚还是开平的，打 N 手打了再开，然后打中间，弹，碰踏脚，有一个脚点踏，哦，动踏，哎，我刚刚说的点踏，哦，看你。点踏，头是那边，踏的时候头就已经上来了，再来。我们是偷偷点踏。学到哪儿了？都不是很会。回来，我给你们上课。来。是偷偷。你这是咋做的政策呢？这是。偷偷看你，我可是偷偷看。喜欢你，我可是偷偷的偷偷。偷偷想你，这变了。那偷偷想你。啥？偷偷想你。我开始偷偷。没有，我开始这块就是偷偷，没问题，我开始。偷偷反了吧？哦，对。这样走，一，先垫，再，哎，对，刚对的，偷
对对对，是一定要我来教才会吗？不是，加，哎，加，哎，对对对，偷偷，嗯，对，然后是什么？看你，哦，偷偷偷偷蹦卡，蹦卡，看你，看你，我可是偷偷卡，喜欢你，偷偷的偷偷的偷偷的想你。你们练 OK 需要用这种东西。来，大哥，他们的歌，我开始偷偷想你。你那时候是不是嘲笑王林凯切那个谁的照片？你现在自己找到偷偷的感觉了吗？给我贴过来。天哪，照片呢？他不是给了你一张小的吗？太小看不见啊，近一点。你现在还像王林凯吗？你现在还像王林凯吗？是我朋友圈。稍等一下，来镜头给上。四二姐姐看你的时候，只是看你，不是偷偷知道吗？啊，啊，我是大老师。你别光知道，你做对了。我真想说。对，你做的对的，你绝对做的对。